归桥，其实两边的球员对胜负来说都相当的在意。哦哦哦，这边场边应该是板凳席，有人用言语上可能有说了些什么。哇，这边其实现在的状况有点混乱哦，因为刚刚发生犯规发生的一个位置是比较靠近辅仁大学这边的板凳区哟。好，第一个蓝队新大学13号记录犯规。哦，这边就是要看裁判老师在刚刚状况发生的时候。好的，所以在刚刚辅仁大学这边板凳席，任何用言语上可能被裁判老师听到的，他吹的一个技术犯规是算在辅仁大学杨哲宇教练的身上。那至于世新大学这边，其实是直接给了24号的简克宇的一个技术犯规。好的，这感觉这比赛到了决胜阶段，有点擦枪走火。这边想请问一下球评超哥，你觉得像林敏胜他这样的一个判断的球线，是透过练习，还是说其实有些时候这需要一些场上的天分？其实，包括他在超球跟一些打球，其实他从以前就是一位肯防守的球员。是，在国内，当然他前这两季都是在大陆打假币啊，西安打球。可是以前他没有这么会超球，以前他就是一对一的防守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经验的累积。当然他自己速度，他自己敏捷性判断球的落地那一下相当的好哈。对，哇。场上现在对于这一个尺度，喂，哇，魏嘉豪也挂彩，今天第三个流血的球员，嘉豪这边的，哇，这个血真的流很多，也要先退场。这个比赛可能如果这个肯定要退场，到了第四节可能会更火爆。对，哇，所以都是美角这边哦，因为真的是比较脆弱啊。是，我们来看这个慢动作。魏嘉豪的防守啊，是被周志华的手肘给直接划过他的眉尾。现在因为这个要看 review 的时候，其实两边的行政人员是不能接近的。